这里是，哦，你醒了。你还好吗？昨天我看到你在小溪边昏迷不醒，看你身上没有大伤，就找了其他村人把你带回这里歇息。我没事，感谢您的救命之恩。不知道你要如何称呼？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哎呀，没事就太好了。我姓方，叫我方大娘就好。这里是泰山山路的长兴村，就在往黑龙潭与望剑峰的必经之路上。看你的样子，似乎是从山上来的。原来是方大娘，我叫做申子俊。之前，我不慎掉进一个地下洞窟，四处寻找离开的出路，最后跳进了一个漩涡里。醒来的时候，就在这床上了。原来如此，那瀑布自从几年前一次地震后，就一直干涸至今。昨天却突然泉水喷涌，想必你就是跟着泉水被冲下瀑布的。话说回来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老实说，我也还不知道要上哪儿去。或许先在这里待一阵子，就不知大娘是否……若你还没决定要上哪儿去，大娘家里虽然简陋，总是有的吃住，招待你多待几天也无妨。哦，对了，你身上这件藤衣给急流冲得快散了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就换上这件衣服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多谢大娘。真要衣装，刚才的草衣野人不过换了件布衫，就摇身一变成了英挺少年呢。不过，之前你戴在身上的那条狼皮，现在被你当成了披肩。容大娘多嘴一问，这狼皮可是有什么来由吗？不怕大娘见笑，这条狼皮是我幼时的被褥，也是我与义父10多年来一起生活的唯一纪念。我曾想把它留在身边，索性就拿来披在肩上了。大娘觉得这样看起来很奇怪吗？原来如此，这也是你的一番心意。肩披狼皮虽非本朝习惯，但如此看来，不但独特出众，更为你增添一份豪杰气概。大娘觉得很好。多谢大娘称赞，这全多亏了你给我的这件衣服。不过我好奇多问一下，这件衣服原本是谁穿的？那是7年前我缝给我儿子穿的。他在15岁那年突然失踪，我找遍附近都没有他的踪影。听说泰山自古以来颇多仙逸之事，我只当他是被仙人给带走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问起这件事的。嗨，别在意，这些年来我早就不挂怀了。这会儿我也该去田里干活了。既然你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，不妨到村里四处走走，顺便和其他人认识认识。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就到小溪旁的田地找我。小哥哥，我再问你一件事，我跟亲娘说啊，你不是方大娘的客人，而是被崖上瀑布冲到这长兴村的，这件事是真的吗？你又是怎么跑进瀑布里面的？这是真的，不过其中的经过有点长，如果阿娟妹子想听，我慢慢说给你听如何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她叫阿娟的？想听想听，我当然想听。自从爹出门之后，我就没听过新的故事了。小哥哥，你快说吧，我等不及了。别急，那么我就开始说了。
故事要从一个叫做无名谷的地方说起。故事说完了，这听起来肯定无趣的紧，希望不会让安全小妹子觉得无聊。你比我爹来得会说故事，听起来一点都不无聊。不过山谷里就只有你一个小孩，你那衣服想必不会陪你玩，也没人教你各种好玩的游戏，想起来太可怜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大发慈悲的教你玩一个游戏吧。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了，又是支线任务。捉迷藏？那是怎么样的游戏？这游戏很简单啊，就是挑一个人当鬼，然后大家躲起来让鬼找，鬼找到所有人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既然你是新来的，那么理所当然就你来当鬼咯。我们不会躲太远，就以村子周围作为范围，你闭上眼睛数到30再睁开，然后来找出我们躲在哪里，这样明白的吗？应该明白了。我先闭上眼睛数到30，等你们躲好之后我再来找你们，对吧？你这么聪明，果然一说就懂，那我们直接开始吧，可不许偷看哦。当然当然。好了，来找阿俊跟小柱子吧。这个是支线哦。好，哎，欢迎光临。哎，等等，你是西边那个小伙子吧？昨天我帮你把抬回方大娘家，看来你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叫申子俊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不知你如何称呼？救命之恩的可不敢当，我姓冯，是这家茶店的掌柜。来泰山的旅客大多在这里休息住宿，不过这阵子生意冷清，我也正好吐个清净。哈哈，方掌柜不用多虑，生意一定很快上门的。哎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本想泡壶茶请你喝，不过正好想起一件麻烦事，我自己不方便去办，不知能否麻烦你帮个忙。掌柜请说，之前喝你那么多好茶，只要在下面办得到，自当尽力而为。说我家小柱子从小身体就不好，总是面黄肌瘦，阿娘在怀他的时候不慎摔了一跤，因而伤了胎气所致。现在小柱子年纪够大了，前老丈帮我想了一个法子，就是挑选一个特别强壮生活的公鸡，每天喂他壮元大补的药材，养猪4个月后和7种药材共炖，让小柱子喝这鸡汤，来一举打通他在胎内受伤的闭塞的经脉。然而在快满10个月之际，那公鸡的力气越变越大，2天前就想冲破关他的笼子，朝着下山路的方向逃跑。我奋力在后追赶，然后追到森林里就不见他的踪迹。原来如此，这4个月的功夫就像功亏一篑。不过那只公鸡或许还在森林里面，为了治好小柱子，我觉得应该再回去那里仔细找一找。我沮丧返回时，还听得到他低沉的鸣声，我想他躲在林子里的某个高处，只是一时看不到在哪。然而我有点年纪，脚力和眼力已经不太行了。我明白了，冯掌柜，这找鸡的差事就交给我吧，待会我就去森林里四处瞧瞧，由于他可能躲藏在山壁高处，只要他没飞上天去，相信一定能找到他的踪迹。太好了，那么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每个都有任务啊！天玄门一口气送的食品藏经让我修理，3个石头，哦，磨刀石，超多任务哎！都每个人长得好像。哦，药铺。每个人都有事情做。玉玄花，在高处，好，
姬哦，我也是姬三娘，姚三娘。出门坐山景悬崖，有一个青枝石，青石经。四块，好，你也可以不做了，但我会做，找到你啦。找到白色的小花 get， 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全部都完成了。没有武功术，这不是七龙珠。经验值。这山村小店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，需要什么？我配音哎，叫。闪进丹药。OK， 天玄门。铁甲壶。打铁的声音总能让我心神宁静，或许我生来就适合干这行吧。化毒伞。小伙子，多谢你帮我把那只公鸡给找回来，真是感激不尽。要不要再来一杯茶？哦，这个就听起来很棒。哦，这个配的真好，这个配的不错。因为人是他们天玄门命名方式吗？还是因为人是阴凤人的弟弟？哦，哥哥，哦，也有可能。儿子，不可能啊，就跟你们说，这边的时间点是在环生姐之前，所以应该不是弟弟，应该是哥哥或是亲兄，就是亲戚之类的。小伙子，你让老丈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，没想到啊，这一晃眼就过了这么多年了。打雷了！前面是
这天高地厚的小姑娘。老子从半个时辰前就知道你偷偷跟你在河里面，没想到你竟敢一路跟到这里，用雷咒偷袭我啊！你可知道我庞城的名号？哼，我当然知道，就是你这个恶名昭彰的外道术士，在太原坏了我二师姐的名节，使她想不开，悬梁自尽。凡是我们空同派弟子，就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哼，原来又是个空同派的。你那二师姐连我一招立雄爪都闪不过。你这是雷影之术用不好，还被乱窜的雷气反吸进脉，费了六手。像你们这样自己送上门来的好菜，我怎么可以放过？哼，谁不知道你是只专门欺负弱女子的英雄，根本没有什么真本事。姑娘，我要是多修炼几年，一定能把你剥个精光，吊在同源门上示众。哼，小姑娘好大的口气。非但你知道老子的厉害不可，那会要是不为那你哭爹喊娘讨了，老子就不姓庞。住手！别伤着姑娘。你这一剑虽然软弱无力，但确实是无方飞剑。小子，我庞场可没怕你们天玄门，你知道乱管闲事有什么下场吗？我不是天玄门弟子，也无意多招惹是非。哪里来的臭小子？你以为有多少斤两，也要我庞场听你说道理？没心思慢慢玩的，直接杀了你们再说。看来是说不通了。姑娘，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，有人设法挡他一两招拖延时间，你趁机快逃吧。我才不逃，我们素不相识，枉你拔刀相助，岂有顾着自己逃命的道理？既然非得与这家伙拼命，我可不能贪生怕死的躲在后面。本是空乱窜的雷气突然收拢回脉，运行再无滞碍，莫非我的雷影之术？哼，谁叫你好强为的臭娘们出头，那可怪不了老子。一指雷分，隐击前敌。以你这点修为，怎能放出这么强的雷影之术？姑娘，他的动作迟滞颤抖，似乎被你刚才的雷咒打乱了周身经脉，现在正是可趁之机。嗯，咱们趁着机会一鼓作气打败他。好了，你们两个给我记着。
哦，真险啊！说来还是我太大意了，幸好得你相助，我们从未谋面，多谢你愿意挺身而出冒险救我。我姓白，叫做白双瑶，不知大哥如何称呼？我姓申，叫做申子俊，请白姑娘多指教。说来奇怪，被你扶住时不知怎的就好了，而且在那瞬间全身雷气充斥，发出的雷电威力数倍于常，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，可惜没能让大师兄看到，否则他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谢天谢地，师妹你平安无事。我没事，这位申大哥和我一起把他打跑了。师妹，我很清楚那庞昌是何等角色，你明白师兄有多生气吗？师妹明白。我们出门在外，不便就地一处你的过错，只要你再擅自行动，不听我的号令，你就马上回朝阳洞面壁思过，明白了吗？师妹听到了。哼，多谢少侠相助我这不懂事的师妹。见过杨师兄，在下叫做申子俊，不过是个山野粗人，少侠一词可不敢当。申少侠无需客气，若申少侠有空的话，还请来茶铺一叙。这可不敢当。那我们先走一步了，请。师兄，申大哥来了。抱歉让你久等了。多谢杨师兄。杨某是崆峒派门下首徒，蒙你相救的是三师妹白双瑶，这位是四师弟李鸿轩。多谢石少侠挺身营救三师姐。不用客气。刚刚听三师妹说了你们合力打退庞昌的经过。幸好之后白姑娘的一记雷咒让庞昌阵脚大乱，回想起当时的莽撞大胆，我都还会觉得背后冷汗直流呢。这只能说是你们两人的缘分了，你能以一记无方飞剑逼退庞昌，可说十分了得。哦，那是情急之下发的一剑。原来如此。杨师兄请说。大师兄，你就说要我留手就是了。所以我想麻烦申少侠帮忙看管三师妹。杨师兄，看管一词我可担当不起。不用担心，这可由不得他挑剔。申少侠，三师妹就先交给你了。大师兄，
你别再对沈少侠胡说八道了。哎，杨师兄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了。都怪我见识浅薄，说话也不有趣。你说话比大师兄有趣多了。你看来年纪长我一些，我就叫你申大哥吧。嗯，那么我叫你姚妹好吗？啊，我喜欢这个叫法。我这乡野粗人，口舌拙劣，举止粗鄙，失礼之处还请姚妹多多包涵。我可不觉得申大哥口舌拙劣。想来是这缘故。要我赐教，只怕适得其反呢。既然大师兄可以让你在这里看管我，那我们认识在先，我应该也可以求你一件事，这样才算公平。嗯，这么说也没错。姚妹想求我什么？我也不敢为难申大哥，只求你带我到村子里四处走走就好。我就猜到你求的是这个，四处走走应该无妨，就依姚妹的提议吧。多谢申大哥。地上有许多人走过的凌乱足迹。老小子别哭，哭什么沉出去的。笨蛋，你别吼他，那家伙胆子更小，你吼他，他只会哭更厉害。这两个小鬼麻烦得起，咱们非有这样看管他们吗？哎，谁叫咱们两个父子看守门户口，遇上这两个好奇的小鬼，也只能这样。我倒觉得一刀解决他们比较快，反正头领没说不能。多管闲事的傻子，别留任何活口。哦，这密道入口藏得真隐秘。申大哥，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才好？现在赶去通知天玄门，只怕会耽误时机。不如我们就跟着从后面进去，将遇上的敌人各个击破。哼，这些蒙面人的身手稀松平常，有我们两个联手，就算多遇上几个也不算什么。这可不成。如果申大哥不带我去，我就自己进去。既然姚妹如此坚持，咱们入内一探便是。嗯，一言为定。Thank you.
这什么乱台词？你们两人为何身处天玄门禁地？地上的死尸又是怎么回事？报上名来！啊，等等，你是天玄门的方振月方师伯？啊，你的确是白仙芝没错。没想到两年不见，已经出落得这么亭亭玉立了。旁边这位年轻人又是？三师伯，弟子之前在山门前见过这位深兄弟，那时蒙他送钱老丈的治病丹药过来，因而有一面之缘。原来英师兄与申大哥之前就认识，我就不多做介绍了。晚辈申子俊，是一名乡野粗人，还请方师伯多多指教。申少侠客气了，刚才方某没认出白仙芝，一时误把你们当作敌人，还请两位见谅。我们在长兴村的密道入口发现这些蒙面人形迹可疑，申大哥猜测他们想对天玄门不利，就带着我一起进来瞧瞧。原来如此，刚才地下传来一声，我连忙带了几名弟子下来查看，岂知一走到石门前，石门就突然自己打开，跟着就看到了你们两人。哎呀，这还不容易，方师伯抓几个蒙面人或他们的首领来问一下不就知道了。只怕没你说的那么容易呀。弟子明白。之后的事情就交由我们天玄门自己处理。有劳方师伯了。几名师兄似乎都没听到什么动静。似乎是对方启动了什么机关门。方师伯请放心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。啊，申大哥，你瞧这里。嗯，好像一路延伸到这石墙后面去了。莫非这道墙壁是可以打开的？多半是。给我逮着了吧。啊，这声音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，这里的鬼机关弄得老子火冒三丈，正好拿你们两个来出出气。杭昌，你敢？哼，只要老子不再着了你的道，一开始就使上全力，你们岂能在老子手下过得了三招？
今日就让你们永远闭上那张嘴。幺妹，这回不会再有上次那种侥幸，咱们绝对不可硬拼，只能设法退走。这我明白，可是这里无路可退。这鬼机关还真是让人惊喜不断，你又是谁？庞长，这里还轮不到你来问问题，你闯进这里来做什么？哼，你遮头藏脸的又不敢报上名号，老子为何应该回答你的问题？既然如此，等我斩断你的手脚之后，再问这问题也不迟。嗯，有意思。申大哥，这奇怪的蒙面人看起来是有非敌，不如我们和他联手，一起对付庞昌吧。那黑衣人掩藏真正面目，并非光明磊落之辈，与我们未必是有非敌。我想，还是等他们动手后偷袭庞昌。嗯，我都听申大哥你说的。哼，你们两个打什么歪主意？那里竟然有机关密门！申大哥，刚刚庞昌对你发了暗器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什么大碍。啊，只要他们打不开这石门，我们就暂时安全了。希望如此。申大哥说的是。申大哥，这人好像已经断气了。嗯，看来门口的血迹就是他留下来的。他背后的伤口很小，一击伤及要害，显然是一流高手所为，看来似乎是天玄门的剑气。虽然我看不出这些，不过我似乎能肯定一点，他身旁的铁盒多半就是他丧命的原因。大概是他从这密道的某处盗走的，不知道这让他送命的铁盒里到底装了什么。申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嗯，在刚才一瞬间，我感觉到这铁盒里似乎有什么对我极为重要之物。既然申大哥这么觉得，那就把这铁盒带走吧。可是，这或许是天玄门之物，咱们应该交还给方前辈才是。如果是申大哥觉得至关重要之物，就算暂时借用也无妨。申大哥放心，我对师兄和方师伯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杨妹，多谢你。嗯，这铁盒触手如冰，而且非常沉重，外表摸不出半条缝隙。申大哥别急，这等我们离开之后再慢慢琢磨吧。这死人怀里还有一只黄金老鼠，哎，也一并带走吧，或许将来能派得上用场。嗯，说不定能让我们查明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这我举双手赞成。三师姐，申少侠，你们
由于百里掌门身体欠佳，不便长时间见客，我们拜会后随即告辞，但一下望剑峰就收到师父的信息，要我们先前往邹县的薛家庄会合，结果大伙回到茶铺之后就不见你们的踪影。大师兄说你们大概一起到哪里去了，就先带着其他人下山，留我在这里等你们回来。我们都知道三师姐思虑缜密，岂会多做他想，我这边把干粮饮水都整补好了，就等三师姐一起动身。对了，之前大师兄特别向我交代过，他说还没答谢申公子营救三师姐的恩情，所以申少侠若无他事在身，可否与我们一起去趟邹县，当一下我们空同派的贵客呢？哎，申大哥，看你沉吟不语，莫非是有什么难处？承蒙杨师兄一番盛意，我深感荣幸。哎呀，没这回事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厚着脸皮跟你们去一趟。这是应该的。自当如此。那么咱们各自去办自己的事，待会儿就在茶铺这里碰面吧。嗯，咱们待会儿见。让你们久等了。啊，大师兄雇佣的车夫就在山下等着。申大哥，我们走吧。申大哥，这里是邹县县里的薛家庄。李师弟太客气了。三师姐，申大哥，那我先去忙手边的杂物喽。小轩子，这种时候你就溜得比谁都快。不知杨师兄找我们有什么事，可不能让他久等了。大师兄，是我和申大哥。两位请进。申少侠，一路车马颠簸，辛苦了。大师兄，人家才没有一直聒噪不休。白姑娘不但十分健谈，还热心教我许多山下的新奇事情。那真是太好了。不过此刻，我想先和申少侠两人私下谈谈。三师妹，你可以先出去一下吗？大师兄，是我非要申大哥陪我离开茶铺的。三师妹误会了，我真的只是有事想私下和申少侠谈谈。是，那我先出去了。申少侠，请坐。这话该从何说起才好呢？
我想让三师妹随你一起游历，虽然她江湖资历很浅，但她与你意气相投，正可互相照应。不知杨某这请求，申少侠以为如何呀？在下或许没什么见识，却也不想让人随口敷衍。若杨师兄心中其实另有想法，不妨直接见告。申少侠心思敏锐，果然被你察觉到了。可否让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？杨师兄请说。你初次与他相遇时，可有注意到什么不寻常之处？他似乎在雷术上有过人的天赋。杨师兄指的可是这个？三师妹从小就身怀异于常人的强大灵气。原来如此，那真是难为白姑娘了。然而我们在长兴村赶去营救三师妹时，我看到她在你身边神凝气和，言笑晏晏的模样，与以往时常郁郁惶惶的她简直是判若两人。最令我吃惊的是，她身上的杂乱灵气收敛得一丝不见。申少侠，这只可能是因为你，别无他故。啊，杨师兄，你的言下之意是？我十分肯定，你和三师妹是有缘之人。我并非不愿相信杨师兄之言，不过缘分云云，未免有些。申少侠，于此我和师父的心思是一样的。我这当师兄的只能在此求申少侠答允此事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杨师兄的心情。申少侠，你还好吧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觉得好冷。你看来脸色发白，让我帮你探一下脉象。三师妹，大师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申少侠似乎中了某种寒毒。啊，我这就去。大师兄，申大哥没事吧？申少侠，你觉得如何？多谢杨师兄，我现在好多了。申少侠身上的寒毒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在望剑峰地道里再次遇到庞昌，他发暗器打中了申大哥的左肩，但申大哥说没有大碍，之后我们忙于寻找出路，就忘了这回事。那就是了。啊，听起来真可怕。不过为防万一，须得尽量化解申少侠体内的寒气。待会儿你陪申少侠去城里的医铺给李大夫把脉看诊，请他熬几帖温脉驱寒理气培元的汤药送来这里。这个就交给我吧。啊，申大哥，你能下得了床吗？托杨师兄的福，我觉得已经没有大碍了。刚才我行功必毒，着实耗费了不少真元。小玄子，之后若无要事就别让人打扰我。三师妹，申少侠的事
就麻烦你了。好，大师兄好好休息，那我们先出去了。